你会做家己的品牌，嘉欣，我嘛想袂到哦，这款好话从天而降呢。人唔是拢讲，三年一运，好歹照轮。我刚刚我的好运要来啊！这边哪会敢那是好运尔？自从你这几年哦，拢遐尔认真，遐尔拍拼，伫个过日子，这是你应该得到的。阿姆，你安尼讲我就歹势。 我等到感觉哦，这几年我都好亲像是做一场找无路的梦，做啥拢无成功。啊，为哪有得霸着人个啦？你若肯拼哦，天公伯也绝对袂绝你个路啊！你看我阿你安尼拼济年呢，结果真正拼出一条路。凯宏啊，啊你是安怎想？啊，梓潼哦，真无简单，才有这个创业的机会，啊你哪会看起来敢那不是真？ 欢喜啊！无啦，我当然替伊感觉着真欢喜啦。只是我咧想讲，参像过去个林家，啊，个有咱宏图建设啊，你看遮尔大遮尔稳个公司，拄着危机嘛是倒去啊。所以我咧想，是毋是莫花伊了遮尔早，先甲风险评估做出来才好讲。就算拄着困难，我也是会去拼啊。 啊失败啊，至少我嘛是拼过啊，总比拄着困难就救起来，安尼唔就永远拢无成功的迄天。嘿啦，我支持梓潼哦，真全力甲拼落。你若肯做牛哦，免惊无通谈的。你若肯做，拢免惊无物件通食啦。唔管怎，咱在遮哦，先恭喜梓潼，恭喜煞。 换恭喜我啊！啊，恭喜你，姐，是甚物好代志啊？我要做头家啊啦！哦，爸，啊你原本就是新卖面店的 CEO 啊。嘿，这并无共款啊！新卖啊，你无甲咱的合约书摕出来，互咱试试，就评判一下。哎，姐。 来哦，恁真足甲看哈，有人要投资我出心爱牛肉面的品牌啦，后摆我毋若是头家哦，我阁是哦乾坤师哈。姐啊，你是讲武山集团的日月星饭店抢着？嘿啊，啊，就武山集团的千金吴莹莹啦。 伊讲希望吼，阮体内饭店做迄个冷冻调理包啦，啊，佫讲哦，讲若是有成功的话啦，伊吼会阮推出阮家己的品牌啦，啊，我连家己的品牌嘛拢想好啊，我著甲合作吼，乾坤师，爱包装袋下口吼，我要来印一张吼，我穿迄大赛三点仔著名的相片，吼，迄看起来著足厉害安尼。是啊。 你真正是一出事哦，就做头家的命呢，连卖面卖当卖到企业化。啊，遐就搁讲，五年前哦，我是英族业务遗憾啦，啊，五年后哦，我煞变成食品界传奇，这人生嘛够趣味哦。阿公煮的面最好吃了。哎呦，人阮悄悄的同捌会啊，等到阿公的品牌来上市哦。 我给你当头一个客人。耶！哇，那恁咱都出两个头家，这是上喜临门的。爸妈，恭喜恁，辛苦叫你顾终身出头天啊！恁拢袂感觉奇怪哦？迄大饭店要找餐饮合作，应该拢找名店啊。咱只是一间小小的面店嘛。 因哪会看会住吧？啊，有影啦，咱新卖面店哦，确实都唔是落爱排队，佮真有名的店。啊，不过在咱电商，人气嘛算真旺啊。阮一开始吼，嘛是有质疑这个吴小姐是安怎想要甲阮合作的用意啦。啊，不过吼，伊讲伊看介意的，是咱的面店嘛，迄款家常味。
就准讲迄离乡背井的游子哦，买当借着一碗面的滋味哦，去感受到家庭的温暖。大概是这意思对吧？对对对对，哎，重点是吼，签这合约对咱足有保障的呢。伊甲咱保证讲哦，营业额是咱即卖三倍，三倍哦。吼，后摆哦，咱日子免过甲遐辛苦啊。大概厝内讲要开一仔钱的，但伊就即手点么捏的捏的，哦，够痛苦的。凯宏，你讲有赞无？嗯，真赞。就参照爸所讲的，机会是老有准备的啦。你已经准备五年啊，即马真无简单，咱就这個东山再起的机会。我相信过无外久，你又搁会当宏图大展。你要让阿伯安尼去冒险？阿伯明明跟五山集团都无来往啊，有伊安尼找上门，你拢袂感觉伊的动机足奇怪的？无啦，人甲武小姐早就熟识啊。顶一遍开宏替伊解围时，人个查某偌好嘞呢，特别走来店个送礼，甲阮讲多谢。对啦，伊讲吼替阮抓着奥客，啊虽然讲初初吼有因为讲伊替你接 case， 害你差一点仔出意外迄个代志哦，阮对伊印象毋是讲真好啦。啊，毋过吼看到伊本人了哦。感觉这个查某囡仔哦，佫真有家教，真有礼貌呢。哪知影讲尾啊，伊煞家己走来要找阮合作啊。啊，阮就看伊遮尔有诚意着，啊想想的，阮就讲好啊，落来合作啊。伊这毋是哦。你是要甲爸泼冷水是？毋是啦，你即摆是要游在为营，安尼家己来生活。若是有机会，咱制作生意，我是有啥物理由通阻止啊？是，新来的面店会当甲大饭店合作，看起来确实是好代志。啊，不过这是有因家己找上门的呢，你拢袂感觉怀疑？你是可能有白想啥啦？我甲你同款，我嘛是拄只才知影伊有去找爸的。人即马害个拢强好啊，即马讲这个有啥物意义？规定因以后只要有问题，因家己去解决，咱莫插手，唔就好啊。对嘛，不是阿辛苦啊。只要即马阿伯有动作，双方面拢袂有损失，这件代志还是会当恢复的啊。我感觉还是要让爸知影有因这个人，较怕要以后若是出啥物差错，唉，还是莫跟五山集团合作，安尼较妥当啦。你即摆是咧针对吴莹莹，你敢知影？你拄则敢有听爸咧讲？伊真欢喜有东山再起的机会，伊嘛对未来规个拢规划好势啊！啊，你即摆煞因为你无想要我甲吴莹莹有接触，你就要拍碎爸甲阿姨的期待啊？是毋？莫甲我讲你无安尼想哦！自入门到即摆，你每一句话拢讲我诚酸，你敢知影？迄是你家己在想的。你敢会较理性地跟我讨论这件代志啊？也是你怪阮爸无啦。我毋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大饭店要找合作，一定是选成本上低、预估收益上大的啊。那啥的物件嘛，那有可能也是日月星国际饭店的首选。那也无可能啦，新买的物件卖口味。是厝边头尾食好斗相报的呢，是安怎无迄个资格甲大饭店合作？讲较歹听的啦，有伊伊拢知影欣赏咱的物件啊，啊你这个准媳妇，煞看袂起阮爸煮的迄一碗面。你这是在讲啥？我只是爱你替爸加收一挂尔。凯宏。我即摆已经愈来愈好啊！假使成为食品界的传奇是爸的梦想，咱嘛会当靠咱的力量替伊斗三工啊！我经营网络行销足侪年啊，我真清楚要安怎利用网络来替产品曝光。考虑，
无你即摆是嫌我伫咧外口互人面讲我是食软饭，阁无够心。我啥物时阵啊？你阁要分？你到我心？好，卖分，讲咱就好啊。咱靠家己的打拼，打拼五年啊，除了放袂落自尊以外，我请问一下，这五年咱敢有拼出啥货？恁生活拢有问题啊啦！讲实在，若是好这个面顶啊，阁打拼五年，卖讲五年，打拼十年，敢有这么好发展的机会？即摆人大小姐轻轻松松一句话，就要将规个集团的资源，甲咱咧斗相共安尼。啊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伊是自愿送上门的呢，不是咱去甲求的呢，是有啥物好拒绝的啊？所以自愿送上门，你就吞。这条要看是啥物啊？假使有这么好的东山再起的机会，我当然会吞啊。所以你即摆是要利用伊？不是利用伊。是利用因，利用规个武山集团，让爸阁恢复自信，让伊莫阁为着伊当初做个错误的决定，啊，咱在咧受罪，害伊感觉着自责。若是这种利用，我绝对袂心虚。所以是毋是，咱拜托你，莫阁因为你家己的情绪去影响着爸做个决定，安尼，让我感觉你种有捌代志。所以你即摆是伫怪我？我会变到这么无安全感，敢不是因为你？我安怎？你讲啊，我安怎？我知影你无对不起我，我嘛拜托你较冷静的，若无咱无法度继续讨论代志。安尼就唔免讨论啦，安尼就好。所以你即摆是无要顾我的感受啊？你即摆总算承认你是咧意气用事啊？你是咧针对人，唔是咧针对代志啊？我只是爱你徛伫咧我的角度想，我无想要因为这个合作，让伊对你有任何的想法，甚至搞出任何的麻烦。你敢袂当卖一直讲我？你若跟我讲你家己啊，你甲白兔子唔是嘛同款？人会这么好心，替你讲什么优惠利率，甲你鼓励，爱你自创面膜品牌，是毋是因为伊对咱有亏欠，伊想要弥补你？那安尼是安怎？你会当接受白特助的好意，我都袂当。你安尼是双标哦。那是两回事。你是毋是会当徛伫我立场替我想看卖啊？我无想要搁为着同款的代志一直甲你冤家。既然你这么坚持，那安尼我的想法是啥？你应该无想要管啦，那安尼会凊彩哩。只是我要提醒你，咱因为吴莹莹受到的教训已经有够多啊。所以讲到底，你就是无信任我嘛。吴莹莹的代志，自头到尾拢是一场误会，嘛是因为你一直甲伊误会。伊找无机会甲你道歉，所以伊找一个找爸妈讲合作的代志。我拜托你，敢袂当用这种角度去想代志，莫想讲人会甲你害，你会害我怀疑你有被害妄想症，你破病啊啦！廖凯宏，你敢知影你家己在讲啥？我确实是破病过。我的心确实是比别人搁较软正，这你毋是早就知影？子豪，我只是爱你，莫把重点放伫我甲吴莹的身躯顶。咱即马需要钱，咱欠钱，所以我麻烦你，把重点放伫咧钱顶悬。我即马想的真简单，就是要利用吴三集团，让咱兜搁好养起来，就是这尔简单。我拜托你认真思考无？我想生一个啊！好啊啦，
咱莫搁为着伊冤家啊，好无？这个合作案，得互爸甲伊去瞧，咱莫插手，嘛甲伊保持距离，好无？是嘞，我可对你大细声啊。其实我嘛真欢喜，难道会当相信你吗？我们拿提拔干嘛就欢喜？你会当吃条自创品牌，我嘛真正干嘛就足艰苦。因为我的水某，唔来人水的，又搁有才情，今麦总算拄着欣赏伊的人，我是真正替你干嘛就足欢喜。所以你若有需要，你就把咱之前欠的结婚基金摕去用，安尼你的压力嘛袂遮尔大。免啦，你有这个心就好啊。咱莫阁冤家啊，好无？莫阁浪费时间伫咧禁区顶关，安尼伤过无彩啊。以后咱一定会愈来愈好诶！你别烦恼啦，我袂因为昨昏诶代志，就硬甲你绑伫个身躯边。我知影，你阁需要一寡时间去处理甲梓潼诶问题，我会耐心等你。